会爆炸。会烧掉哎！我们连谁家呀？是没有吧？你不能在底下了，干嘛？不是啦，都一样吧。比隔壁的，隔壁的最棒。打在一起。为什么隔壁的？隔壁可以煮蛋呢。正常，他在那边出来多去一下。隔壁有几度？90到95。对啊，哦，你的脚比较健康，大拇指外翻没有那么严重。什么叫你也有大拇指外翻？怎么看的？我在看不懂。这一块骨头啊，你看。我有大拇指外翻，我最严重。可是你要不说是那穿的，不是鞋子的那个头，那个叫什么头？春头还是什么头？不知道。老师，你看这个。啊，这温度太低了。来了，那你在这边的，你在那边，对对了。别来，过，这大概60。啊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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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，是防水。你们两个啊，你知道啊，上次来玩啊，上次啊，太好了，大概可以再去看一下这个吗？来看，这样看着我，你要脱衣服哦。啊，我看不到。好，再看，你不能给我抢。给我。你有长大吗？你隔了一年。太香。LED 两个钮的，嗯，这一次比较有名的这个。阿公给我，我都还没看过。阿美住附近。我们住大南。阿美了，他们以前住这边的。大南，以前住的。他们以前他爸爸在这边上班啊，现在搬回去台东了。哦，我也是台东人哎，我们是糖厂。往南搬的。他住台北啊。光明路那边啊。光明社区，糖厂的社区。是哦，你大男怎么会读光明？啊，我读大了一点的。那墙壁，哎，那墙壁啊，那烟啊，你看出口啦，那边啊，对面山啊。对呀，那边太冷了。它这个应该是，这边还好，那里温度太，所以你们小孩子不喜欢高温的。那有通，啊那有通应该是都温度的，啊冻的寒啊，寒的迄个通起来吓，有啊这拢有通啦。加加加加少啦，是啊。我也要，我阿公我要扶。不用不用，你有大人才可以扶。哎呀，小孩子你们。这很重哎，这个板子。重是不会很重的，就怕不小心晃下去这个脚。可是这个比较耐泡。可以的，对啊，我们刚才那个温度太低了。那边没感觉。来了来了，那边泡的话没感觉。你中了，你等一下，泰国这边会太烫哦，要过来一下。不会。